哦，在小男孩风景区的环湖道路，然后走到这一段，走到西边这一段，哦，看过去就是江南平原的稻田，哦，稻田。那小男孩就是古代这个稻田，农田的用地，用水出水源，用水的水源。小男孩灌溉的杯塘啊，哈，农水农田用灌溉用地的，灌溉用水的杯塘，小男孩，这株锦花啊，豆吊花，株锦花大豆吊花，哦，这一段晒太阳的哈，哦，走一段呢，走很远的，绕一整个小男孩，也要绕很久。哦，香蕉还种好多香蕉。小男孩环湖道路，到了西边是，西边就有晒太阳了，晒太阳。哦，这个竹子，竹叶，那、这个就是竹子了。哦，赞！哦，好棒！